上班十七号演习，中部地区时间1330，紧急警报，代码33361，完毕。紧急警报已下达完毕，经查证各单位均正常，完毕。虽然今天是公安演习，但是呢，这是一个军民共同的联合演习，这个非常重要。也希望呢，从今天演习当中呢，大家得到一个经验，得到一个参数，后续呢，我们陆陆续续的再精进。那我也希望呢，今天这个我提供个建议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以往那个发生的这个灾难事故比较少呢，这个我们这边的经验比较少。那像在其他地方啊，他做了可能军工民营。各方面联合啊，会做的比较多。这一方面，假如说我们继续要加强，应该以后呢，可以做得更棒。好，我们先请人力中心水利会1594人，自用的部分是2324人，提供附近居民的部分是230人，另外提供流通人口的部分是40人。好，完毕。今天整个的演习状况看起来大致都相当的顺遂，当然要有这样子的成绩，我们事先的准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整个准备的期间里面，各单位所做的努力呢，我们表示肯定跟赞许。那也感谢我们军方能够全力的来协助，跟我们共同完成这一次演习的任务。那这次演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这个民力的参与也相当的积极跟踊跃，这表示说我们不管是消防单位，不管是我们的警察单位，平常对于这些民力的一个训练以及联系默契都非常的良好。尤其让人可贵，我今天整个的视察的过程里面看到，在我们最精华的商业地区。太平岛给哈，我们店哦，把供应的东西他都补了哈，竟然呢，家家户户都把他们的铁门都能够拉下来，这个也是令人非常的感动啊。所以也要感谢我们云林县民大家对于这次演习的重视以及全力的配合。那所谓的平时要当作战时啊，我们演习就视同作战，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演习，真的是能够培养全民。模仿这样子的意思，不管是在真正的这个战争来临，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天灾地变的时候，都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演习做基础，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战力。那再一次的感谢各位参与，县长、副总裁官，还有特级长官莅临指导，战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科长，谢谢科长，谢谢科长啊。